织啊？我也开心啊。好奇组织啊？为了这个霍霍，我把眉毛刮掉了，现在就剩下两个一点点，像两个痘痘。我现在化妆的条件好艰苦，因为他们工作室的化妆间在隔壁。给你看我的艰苦化妆条件，二次元就死夸困难，有问题我们就解决。现在五官呢就会比刚刚才刷完粉底的时候立体了一些，因为把鼻影啊这些修出来了。哎呀，毛脸不要胖，小野。你们忙了，我死了，有点丑。你化妆化好没的呀？你在干啥子？让我看一下，霍霍正好上档。抽抽拿给我的理发剪的。在录。走，现在衣服换完了，然后我去他的棚子头，他已经抱着我的尾巴跑了。我的尾巴在哪里啊，大哥？你这样岂不是把我们怎么商量剪视频全都拍下来了？其实我和萧颖通过虚拟制片已经共创过很多次了，大概的意思我懂，就是把虚幻五引擎里面搭好的场景放在他所谓的这块保护屏幕后面。 cosplay 最重要的就是还原以前现实中找不到的场景，现在可以用虚拟技术实现。那么作为 coser 本身而言，无论是动作还是表情都应该尽可能的贴合角色本身。我很开心用这样的艺术形式来展示我自己喜欢的角色。应该再大点。主要是这样的，我那个角度拍你的时候，你动作大就是对，会看不到，哎，看不到，我再大一点，我要去看一下，我随时都可以结束。那是原片没修过，看那也不错，乖得很，乖得很。Later。OK， 经过数小时的拍摄，我们总算是完成了。来，先看看原片。感觉还行，还可以哈。你到时候把那些特效加起哈。啊，这些该补的补起。接下来就到了后期环节，原本画面中孤独的个人表演也因为有了虚拟的敌人变得复杂起来，再加上一点小特效，味儿来了。我们还是来看看最后的成片吧。看不见，我看不见。哎，那边的啥货？看这，看这。收工。